现在人这么多，好像不用拍了。这台车太夯了，我们就来带大家开箱所谓的人山人海。我觉得这台车好像快被分食了。想看什么呢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女子车刘安竹。之前到台中试驾 Volkswagen T-Quan 少改款的时候，那时候是试驾280 TSI Elegance 的版本，算是他们的主力车款。不过呢，当时 Volkswagen 就有悄悄埋了一个伏笔说，说这次的车系编程更加的完整，而且还有高性能版的 T-Quan R。这次来到记者会，不止揭晓正式售价，还要带大家来看后面一字排开全部的车系。但现在人真的有点太多，趁现在小小空档，跟大家分享一下 Volkswagen T-Quan 这次主要改了哪些地方。第一个就是它的头灯换上了 Matrix LED 灯，里面是有24颗 LED， 可以根据你的行驶状况变换亮的颗数、角度、亮度等等，可以提高整体的安全性。再来第二个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车舱，坐进去可以看到它是全虚拟化的座舱，像是前面的仪表板，它就是 10.25 寸的全虚拟化仪表，是彩色的界面。另外呢，它有跟中间的车机第三代 MIB 做一个联动。另外呢，像是无线的 CarPlay， 还有中文的导航，它都是有支援到的。其他小贴心的地方，像是三色的气氛灯，我个人也蛮喜欢它头顶。他们有两个置物空间，这样子可以让整体的车室有更丰富的运用。再来呢，第三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 IQ Drive 智慧驾驶辅助，这次有做到了 Level 2。我觉得最特别的是它的 Travel Assist 按键，你按这颗按键就可以直接整合了，包括 ACC 啊、车道维持、车道至中等等的功能。因为以往可能都是要个别去开启。可是这次在 T-Quan 上面，你只要一键就可以开启你相关需要的功能，我觉得这点对于使用者来说是还蛮贴心的。以它的售价100多万到202.8万的这区间来讲，我觉得它算是给的还蛮全面的。当然在外观上这次也是有一些些小小的更新，但是现在应该人少一点点，带大家来开箱一下 T-Quan R 有哪些特别的地方。从车头看，很明显的跟其他款不一样的地方是前保杆有重新设计，是黑色的部分比较多，更带有运动风一点点。走到车侧，轮圈加大了，变成是21寸的，而且我觉得它轮框的设计还蛮好看的。还有仔细看一下，它有蓝色的刹车卡钳。另外呢，这台车也有一些专属的 R 按键。接着我们再看一下车尾，它的尾管双边双出，我觉得真的是超帅的。当然一台车不只是外观要帅，大家一定更在乎 T-Quan R 它的动力表现怎么样。那这次呢是采用 4 Motion， 最大马力320匹，最大扭力42.8公斤米，0-100加速4.9秒，不到5秒。我觉得以它的售价202.2万对应到的马力来讲，算是还蛮划算的。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想法，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哦。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别忘了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是女子车刘的安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